朗普炸鸡店豪气买单，选民笑称机不可失。听说了吗？特朗普大佬最近在炸鸡店做了一件大事，他不仅走进店里和大家一起 happy， 还豪气地为全场买单。从网上发布的视频来看，特朗普穿着西装，微笑着在炸鸡店里走来走去，和大家亲切交谈，是不是感觉他其实挺接地气的？他走到每桌和选民们握手，询问他们的生活，还承诺如果当选会为大家解决各种问题。这不仅仅是一顿饭，更是一场特朗普与选民之间的心灵交流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，这是特朗普最接地气的一次竞选活动，选民们更是笑称这次活动为机不可失的机会。看来特朗普为了拉票真的是使出了浑身解数，不知道这样的亲民举动能不能为他赢得更多选民的心呢？我们拭目以待吧。Rich, right? Look at the way you hope. They like each other, right?